杀豌豆，你像就是像热狗里面加的那个热狗，热狗里面加的那个热狗，热狗里面加那个狗吗？难道是？你敢说也可以，跟你说，你放下去全剪下来啊！哦哇，这、啊、你还小啊？你不是满18了吗？对吧？现在就你的皮子之后，就感觉好像。你俩能评价一下今天对方的妆容吗？这还需要评价吗？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你觉得你俩谁的妆更美？我觉得没有可比性，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美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你说为什么婴儿在那种摇床上就睡得很快，在海盗船上就不行了？因为他没有睡前故事。哎，你说妈妈会不会宝宝睡？宝宝睡着睡着睡着。哎，妈妈我晕了。你今天有自拍吗？自拍，我就想看一下。你今天有自拍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不拍呢？帅了我自己了，我不想保存在手机里面，我怕哪天晚上看到帅了。拍照。哎呦，这不要脸。拍照。拍照。看那么多的自拍，拍照，拍照，茄子，茄子，拍照，李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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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火烧，心火烧，心飞呀。李子，李子，梨子，梨子，栗子，栗子，荔枝，荔枝，李子，梨子，荔枝，李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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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刘星，刘星，又有毛小孩过来了。别把我的衣服。你今天你知道上午你见到那个叫什么 ？Muse 还是叫 Moose？ Moose。你是冲过去的，你知道吗 ？Moose 是什么？是的，没有想到他这么猛，他好猛，这是贼大。你们能不能都看我一下，然后笑一下？怎么笑？哈哈哈。这是什么？种类的狗，好瘦啊！它就是狗界的黎明和杨桃。Hello， 过来一下，你好。拍下来，拍下来没有？狗界的黎明和杨桃，这是什么？很瘦啊！这体型多像啊，瘦的只剩皮和骨头了。它随机跳位置，所以我得随机找。